凤凰每周新闻由 Cartier 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te Farm 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中国东方航空全新起航，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劳尔·奥巴马会晤记者，借鉴新型关系。加拿大接收25,000叙难民，下一步解决就业。晚上好，欢迎收看3月21日的凤凰每周新闻。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21号下午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在哈瓦那会面后，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劳尔提出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关系，在分歧之下共存。奥巴马协同劳尔在下午2点左右一同出席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东道主劳尔提到，奥巴马政府近期对古巴放宽多项禁令，包括旅游及贸易。劳尔认为这是正面讯号，但仍然不足够。他提出希望美方彻底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劳尔还指出，古美双方的分歧从政治制度到人权一直存在，也不会消弭。而在回答美国记者有关政治犯的问题时，劳尔就表示古巴没有政治犯。O cuando concluya la reunión me da una lista con los presos. Y si hay esos presos políticos, antes de que llegue la noche van a estar sueltos. Ya. 劳尔重申，古巴尊重人权，但反对其他国家在人权问题做出政治操控。希望古美两国建立新型关系，在分歧之下以文明方式共存。奥巴马就表示，双方在人权及民主议题上都进行了坦诚的对话。I've said consistently, after more than 5 very difficult deca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governments will not be transformed overnight. We continue, as President Castro indicated, to have some very serious differences, including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President Castro and I have had very frank and candid conversations on these subjects.这次在哈瓦那的会面是奥巴马这次历史性访问的重头戏之一。奥巴马一开始就说，美国总统站在古巴土地上的场面从前是无法想象的。他强调，古巴的未来只有古巴人民能够左右，提出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让双边关系向前迈进。凤凰市综合报道。3月21日，2016年苹果公司春季新品发布会如期举行。为满足用户需求，小尺寸的4寸屏 iPhone 再次回归，新推出的平板电脑 iPad Pro 也闪亮登场。苹果 iPhone 家族再次迎来小屏幕成员，搭载 A9 处理器的4寸屏 iPhone SE， 虽然体积小巧 ，iPhone SE 的性能却是 iPhone 5S 的2倍，与 6S 相当。此外，其电池功能也胜过 5S， 配备1200万像素 iSight 摄像头，可以全景拍摄。虽然没有 3D Touch 功能，但具备近距离无线通讯和指纹识别技术，因此完全支持 Apple Pay 支付功能。价格上 ，iPhone SE 从$399起。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品就是新的9.7寸平板电脑 iPad Pro。后置摄像头升级到1200万像素，支持 4K 视频拍摄，其价格从$599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外，加拿大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工作取得进展。联邦公民难民及移民部表示，分布在各地的25,000名叙利亚难民，有70%已经找到了永久居所，其中以温哥华及多伦多等大城市增长最为明显。下一步就是通过培训协助就业。作为今年首批抵达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库瑞德一家经过3个月已经在温哥华彻底安顿下来，4个孩子都上了学，爸爸也找到一份理发师的工作。Got in school and coming, we have my homework and go off in Subarra outside play hockey, play basketball, yeah, and go swimming.
yeah, go walk, go bicycle, everything. 加拿大政府表示，目前已经为70%的叙利亚难民找到了永久居所，接下来会增加拨款，用于难民的语言培训和就业辅导。The challenge today, going forward, is to receive them well, to help them find a place to live, a job, a language training.All of those things. To really help the Syrian refugees and newcomers coming to Canada, a way to integrate to a Canadian living and a way to really, you know, to welcome them. 而在今年底前，加拿大还计划接收至少10,000名政府资助的叙利亚难民。加拿大呢，现在已经完成了接收25,000名叙利亚难民的任务，而政府也表示呢，接下来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帮助他们上学、找工作，更好地融入到加拿大社会。凤凰卫视组合警务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好，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感谢回来，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8日任命游戏《愤怒的小鸟》中的红色小鸟为绿色荣誉大使，以鼓励年轻人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行动。《愤怒的小鸟》是一款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游戏，联合国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广受喜爱的卡通形象，呼吁人们为气候变化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回收利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节约用水等，并希望人们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经验，让愤怒的小鸟变快乐。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奥巴马总统将提名一名女性担任作战司令部指挥官，他将提名太平洋空军司令4星上将罗宾森出任美军北方司令部作战指挥官。如获参议院同意，罗宾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作战指挥官。罗宾森现年56岁，在1982年加入空军，目前是太平洋司令部珍珠港联合基地空军指挥官。他曾参与2003年伊拉克永久自由行动，2008年晋升准将，2014年晋升上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发言人称，17号晚间，在航班代号为807的航班上，一名乘客18岁的大学生安娜·克雷尔的 iPhone 6手机在飞机离开华盛顿州贝林哈姆之后起火，火苗更是有20多厘米高。当时距离目的地夏威夷檀香山还有90分钟。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言人说，火苗很快就被扑灭，没有人在这起事件中受伤，飞机也没有受到损坏，之后继续前往檀香山。此外，媒体同苹果公司取得联系时，苹果公司表示正在同克雷尔的家人及航空公司了解具体情况。加拿大统计局周一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相对于本土居民来说，外来移民在21世纪初的10多年里创业的积极性更高。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移民创业成为雇主或自雇的数量有显著提升。在2000年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移民中，有5.3%在2010年时成为企业主或自雇，而加拿大本地人对比组中有4.8%在2010年成为自雇或雇主。另外，报告显示，移民企业主拥有的企业通常比加拿大本地企业规模要小。加拿大本地人拥有建筑公司和科技公司的比例最大，而在移民中，专业服务、科技和技术公司是最受欢迎的行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代表。李克强说，这次来华参加论坛的外国专家、企业家和国际组织代表是历届最多，反映出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而中方也愿意通过论坛平台听取对中国发展的意见。论坛的外方主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克菲尔兹说，经过几天的讨论，对中国的13-5计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认为中国过去几年在打造现代化的财政体系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如果能够实现设定的目标，中国将成为21世纪金融领域的领军者。会见中，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在座。深圳市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深圳市的流感疫情仍处在最高级一级，预计流感最高峰仍会持续。深圳市儿童医院的患者激增，急诊量高达6800多人次。截止到3月18号，广东省已经通报发现20,470例流感病例，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263%。针对有民众担心问题疫苗而不敢打疫苗的情况，
专家表示，当前深圳市所有预防接种门诊使用的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问题疫苗并没有流向深圳，民众可以放心接种。台湾的大学要提早抢人才，除了大陆学生，也要争取东南亚学生。台湾大学首度号召六所学校共同办理海外推荐，还推出奖学金计划，吸引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的优秀学生来台就读。台湾师范大学还为港澳学生举办交流会，学生热情叫卖，推销家乡美食。校方指出，过去东南亚的华人大多都前往香港、新加坡和大陆念大学，而近年来台湾的大学国际化水准提高，到东南亚招生不仅可以减缓少子化的招生压力，也能够替台商培养人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另外在财经方面，关于美国股市表现，电讯及健保类股上升，抵消了能源及原材料类股的下挫。道指收盘微涨，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以上升收盘，也是去年十月以来最长的升势。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一的走势状况。星期一美股早市开盘呈现小幅小跌低开，随后呢呈现涨跌互见的局面。收盘是三大指数还是上升作收。那么全天走势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窄幅，交易量是相对清淡。投资人是观望气氛相当的浓厚，但是尽管如此，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还是走出一年以来连续上升作收时间最长的一次。各行业类股当中也是好坏参半。石油价格在星期一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收盘时呢，石油价格是上升47美分，四月份的发货合约39.91块作收。那随后呢，合约开始进入五月期，那五月份的这个开始结算的交易价格是上升38美分，是41.52块一桶作收。但是油价过去一贯是支撑美股出现走高的因素，那么在星期一呢，好像这个因素的凸显能力并不是很强，而是投资人还是审慎观望，是对技术盘整方面获利回吐抛压成为市场主要的一个趋势。在各行业类股当中，原材类股和能源类股呈现明显的下降，而电讯类股出现上升，保健类股也是有不错的升势。不总来说，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一交易相对淡静，因为星期五是复活节的一个假日，股市不休不开盘，所以呢，投资人有些已经离场，那么无心留场进行交易，近视进行交易的人呢，也基本上是保守审慎观望为主要的交易心态的。以上是星期情况，凤凰卫视旁者纽约报道。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美中工商协会于19日在洛杉矶盛大举行第15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及2016年新春联谊晚宴。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罗伊斯、刘银平、加州财务长江俊辉、中领馆商务参赞刘海燕等民选官员与来自当地工商界、侨界400余人参加了盛会。新任会长周芳表示，美中工商协会今年走入第20年，他将带领会员在发展美中贡献、美中关系方面继续做出贡献。我们协会从1996年9月成立以来，这20年呢，我们一直在充当美中贸易的桥梁作用，然后把中国产品带到美国，把美国的服务和产品带到中国。
美中工商协会并未获得年度杰出成就奖、年度社区领袖奖、年度会员奖等多位杰出会员颁奖。2016年度 CEO 大奖授予比亚迪汽车北美总裁李科女士。比亚迪的话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然后呢也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厂，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公司。我们今年是在扩张那个大坝工厂，到明年我们还要再建一个电动卡车公司，所以我们的 dream 就在所有的卡车、出租车还有那个大巴这些 fleet 的领域的话呢，100%实现电动化。然后在消费者车的话呢，就介乎于电动车或者混合动力车。当天活动上特别邀请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就美中关系及美中贸易关系发表主题演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华人物流企业风雷速递于19日在工业市隆重举行了成立5周年庆典活动。南加社区侨领、中美政要、工商企业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风雷速递总裁冯烨在致辞时表示，到今天，风雷速递已经成为中美物流行业里受到赞誉的优秀品牌。我们风雷速递从2010年开业的时候呢，主要经营的是海淘转运的业务。从2015年初呢，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服务从线上转到了线下，在全美，比如说纽约啊、芝加哥，还有圣路易斯这些地区开设了很多的加盟门店，把我们的服务就是覆盖到了美国中东部地区。圣盖博士市长廖清河、核桃市市议员苏王秀兰出席活动，并向风雷速递总裁冯烨颁发贺状。这个风雷速递在为我们华人社区这么多年来5年来做了这么多的贡献，所以我在这里祝贺他们更上一层楼。伴随着美国开放对中国10年商务旅游签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来美旅游学习，对邮寄包裹回国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风雷速递及时加强了与美国邮政的合作，推出平价邮政服务，并在全美铺设多个收件网点，并从源头解决中国客户购买物品的种类。当天的庆典活动还有独唱、钢琴独奏、民族舞蹈、大合唱等节目前来助兴表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登录凤凰新闻微信平台，感谢关注。凤凰每周新闻由卡帖尔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State Farm 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